重点。还好不说，不是你，因为只有我，我从来都不游泳。主要就是动作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我觉得才有意义。如果你要有一个反应，我觉得你再演出来，因为那个会很真实、很专业。那你的横膈膜会抽动，是这样。我觉得你这样去抽，对，阿凡达里这个都拍到了。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你先上来，上来让他站站一站，感受一下，来，扶着我的肩膀，来，对，来，好，站一站，可以吧？啊，在那边吗？啊，就是你吗？皇帝陛下，都是我。那我上两次都是他拍的。哦。先看看这个环境，你心里有底了，啊，站一下吧。用鼻子吸口气，让他坐在里面。没事儿，就是这有危险，你懂吗？那个女孩的 T 恤，女孩的 T 恤有吗？哎呀，我要掉一下。你这儿我们就没用了，我给他整个这第一次你先拍，你们俩第一次录，然后你这烂了，然后我还得去，第一次去，然后去完以后呢，留个三次你，然后你俩。叔叔，嗯，时间来越早，现在在这吃喝啥吃，对呀。看你小破张劲儿，抱着他抱着他，抱着啊，对对对，这一段就是想让他更有安全感，自如一点，是吧？对，就只有在水下这个时刻，啊，就他的命才是自己的，啊，就是你看，你帮我盯着点什么，表情啊，感觉都不要太，我感觉他更放松一点，对，他更放松一点，然后包括一个所有的一些动一些那个动作都是要感觉跟活儿似的那种，对，我也是动，是的。那边就有鱼群了，我们如果能练起来，我就练起来一块做，好吧？今天比较不对劲。现在水下有点凉，是吧？是不是凉一点会轻一点吗？凉一点，它会清澈度会更高一些。怪不得今天是很轻。那不是你能受得了吗？这凉？可以接受。哇塞！